今天的九华山庄高朋满座，灯火辉煌，团圆吉祥。是的，我觉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是一场有能量的聚会，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清洁能源的创造者。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首先要对各位百忙碌的光临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欢迎，欢迎大家，并且希望。 大家和我们在这里共同度过这个非常有意义而且愉快、难忘的时刻。是的，我们首先要请上的是汉能公司的李和军主席来为我们致辞，有请李主席。有请。首先呢，我代表汉能以及我本人对各位的光临，特别我所有同事。 表示最热烈欢迎和衷心的感谢。2013年呢，我们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应该这么讲啊，不能说伟大的成绩。那么呢，当然了，有很多的同事也说，2013年我们还能算熬过来，但是其实我们2013年里边。 汉能取得成绩，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下面做个简单的回顾。第一件事就是，我们汉能成功的收购了美国 Mirasoli 和 Global Solar 两家公司，使汉能的薄膜行业技术全球领先、全球第一。那么呢，这件事情其实汉能啊利用了一个大势。 什么事呢？就是现在，特别是2012年底、2013年上半年的时候，金硅光伏，是面临巨大的挑战，面临着双反。汉能利用这个机会，低价收购，取得了傲人的成绩。虽然我们还有未来，还有很多挑战，但是信心我们非常足。我记得好多年前，我们讲过一句话：汉能是个创造奇迹的团队。 这个解决困难的团队，所以呢，我们受过两个技术，虽然我们知道面临着前面的很多困难的挑战，但是汉能人完全有能力、有信心解决这两个困难，解决后面前面的困难。第二件事就是，这现在这个上市公司，其实呢，去年我们从2毛钱，现在多少钱了？不到啊，一块多啊，一块二，一块一，一块二啊，真的涨了6倍，对不对？ 所以呢，上市公司成功，汉能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本平台。第三件事就是，我那本书《中国领先》把出版了。然后呢，我们首次提出汉能梦，汉能梦的基础在于习总书记的中国梦。咱汉能梦是中国梦的一个小部分。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就是，今天我们前两天刚刚成立中国光伏产业联盟，是吧？我呢。 波特汉能被选为中国光伏产业联盟主席，然后呢，我们还建立了两个大型的全球最大薄膜电站，然后呢，还有个就是引起合作企业进展，也是大概是几天前，我们获得了民生银行综合授信2亿美元的融资，大家已经看到了哈，然后呢，我们4S级的技术获得重大突破，技术研发获得重大突破。 还有就是全球的销售布局初步形成，那么全球销售布局跟大家讲一下，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我们汉能折腾了1年半，终于形成这目前的格局，非常不容易。还有就是发电集团完成了发电任务，超额钒金发电任务，对滚动电站呢获得了正式批复，文化传承得了进一步加强，那个。 还有一件事是公募基公司汉能公募基公司正式运营，我们的主题叫梦想来突破。2014年应该说是我们汉能的突破年，我们有6大突破要必须做到的。第一就是实现装备产业突破，上游装备产业突破。我们今年要装备计划级的以上的 CIGS， 用我们汉能的。 整个装备能力及结构发生重大调整。第二呢，实现产量突破。今年要充分释放产能，我们要实现2个G瓦的产能。
第三个就是市场的突破，现在把一切都摆好了，对吧？整装待发，巩固发展我们战略大客户。第三、第四个是基金突破，第五个是品牌突破，我刚才讲的。第六个实现上市公司突破，我们今年实现六大突破。说白了一句话，对吧？今年要把装备装上去，把产品生产出来，给它完全给销出去就 OK 了啊。今天说了梦想已突破，汉能的梦一直想找个机会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些大部分汉能员工，大部分同事，我简单把汉能梦的情况跟大家简单讲一下。什么是汉能的梦想？刚才讲了，汉能人跟其他的企业最大区别在于我们有共同信仰跟追求，对，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对，用清洁能源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相信一件事情，这件事可以把煤把油给替代掉。所以在这个大的前提下，我觉得汉能的最高梦想第一点就是我们要用我们的薄膜来改变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用清洁能源来为人类服务。什么叫伟大的企业？伟大的企业就是要改变世界，否则你不能叫伟大，对吧？我以前讲的挣钱的目的，不能为钱而干，我们为理想而干，为信念而干。我们的信念就是非常简单，就是要改变我们的能源结构，全人类能源结构，汉能的领先这个事情，为全人类做贡献。最后呢，给大家拜一早年啊，在新的年里祝大家新年健康，工作愉快，谢谢大家。故事就是回望历史，而回望历史是为了更好的面对明天。我想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激励先进也是为了更好的积攒力量。所以今天在现场，我们要和在座的各位进行的就是颁奖环节。
呢，我们就和大家一块来快乐一下了。刚才我们进行的是颁奖环节，颁奖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希望今天在这样的一个下午大家可以放轻松，我们要带给大家文艺演出了。当了兵才知道好男儿，嘿，就是要。
层面、各个级别的员工，包括是各个国家的员工，都会背咱们的这个私讯。哎，这私讯是不是硬性要求，一定要背啊？一定要背啊！你先背一条，我看看。成功的奥秘：一是靠人，二是靠人，第三还是靠人。用清洁能源改变世界，是我们的共同信仰。哇，太棒了！赢得大家掌声，过关。好，轮到您了。好，正气、大气、睿智、包容，是我们的气质。新员工考核过关。好，好。Speak Chinese? No, I don't. You don't.You can speak. Okay, good. 虽然不会说中文，但能背私讯。李主席，您的员工太厉害了，说明私讯的魅力太大了。Please. 眼见无杀猪无门的风格，我觉得可以。生存的奥秘在于技术。永远领先。发展的奥秘是让结果永远比想象的好一点。哦，非常好，非常好，你说的也比我们想象的好。世界面对，上。幺六哦，好 ，Thank you。今天和奋斗的往昔吗？就让这首诗歌带你走进汉民族的辽宁千古的事业轨迹。
宝藏，承载着汉能人多少痛苦与欢喜。你是钢铁的龙，陶冶出汉能人永不言败的骨气。你是不朽的丰碑，汉能的历史在这里收藏铭记。海纳百川，招贤纳士，共同梦想使团队力量强大无比。美国、德国优秀企业鼎力加盟，为汉能技术优势带来奇迹。大爱无疆，以融入汉能人的激励，红丝带里凝聚着善良、仁爱与友谊，为埃塞俄比亚送去光明，为贫困的家庭、艾滋孤儿带来生机，践行节能减排，让地球和生命得到尊重和珍惜。20年的跋涉，汉能经历了风雨，也见到了彩虹。20年的艰辛，汉能付出的代价，也收获了成长。今日的汉能眼界更高，胸怀更加宽广。与风水太阳为伴，愿天地和谐安康。这是汉能的生命价值，是发自内心的主张。如果命运让我们再做1000次、10000次的选择，我们将豪迈地说，追随太阳的脚步，改善人类生存环境，是我们永远永远的梦。你们这个团队主要做什么？我们主要是通过我们手工制作的一些销售我们这些手工制作的东西，然后把他们销售这些东西，然后用赚来的钱去帮助中国偏远山区的艾滋病孤儿。啊，真是不得了的一项事业，用自己的手工产品换来的钱去帮助那些偏远地区的艾滋病的患者或者叫小患者。那我特别想知道，佳宁，你们是怎么想到要做这样一件事的？受家庭的影响吧，有的时候可能会看到一些关于艾滋病的报道，所以呢，而且人很多人会得这个病，而且他们都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但我觉得就是小孩子们尤为的怎么说不公平，因为他们什么都没有干，就是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病，所以有一种不可抗的因素吧。然后我觉得可能既然我们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应该做到人人平等。为什么他们生活的环境并不如我们，而是我们却可以在这样的场合？所以我想说，可以希望能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些努力，可以改善他们的环境，然后也让他们不要饱受太多大家对他们的歧视。想给我一双翅膀，让我自由的飞翔。
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和鲜花的眼睛，来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雨声白雪飘飞，白雪烧烧的心，是真情化成银子倾诉，满足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时间过得真快，还有十多天就到了咱们中华民族传统的节日新春佳节了，甲午马年就要到了，在这里呢，我和春妮儿也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是恭祝大家马年大吉，一马当先，万马奔腾，马到成功。那我知道您这祝福语特别多，您都给春晚背着呢是吧？对。当然我相信在2014年汉能一定会以骏马奔腾的姿势飞向自己新的目标。说的一点都不错，在这里呢我们也要衷心的祝愿汉能的明天更加美好。的环节了，抽奖开始。停。准备好啊！
接下来我们要抽取的就是今晚的特等奖，大家是不是很期待特等奖？有请汉能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和军李主席上台抽取特等奖。有请李主席。李主席。哎，再说两句啊，是奔驰吧？奔驰，奔驰什么奔驰？这什么什么样的奔驰 ？OK， 谁想要啊？不想要是吧 ？OK， 好，来，大家安静一下，准备，准备好，开始。然后您说停，您说停就停。停。汉能全球光伏应用集团财务中心孙军，祝贺。Another busy year has passed, and Christmas is a period of reflection, pausing and taking time for setting new goals. Dear Hanergy colleagues, we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for your support, commitmen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upcoming future tasks which we would like to take up together with you. Furthermore, we would also like to thank our colleagues from Mia Sole and Global Solar for the trustful cooperation. Our sincerest wishes for a happy new year for you and your families. 恭喜发财！各位领导、同事，大家新年好！我是 Mia Sole CEO 周晓峰，在这儿大家都叫我 Jeff。2013年是 Mia Sole 加入汉能的第一年。当我问我们的员工，在这段视频里，我应该说些什么？大部分员工的回答是感谢汉能。我们感谢汉能认可 Mia Sole 的技术，接纳 Mia Sole 成为汉能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感谢汉能为我们提供了这么一个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 Mia Sole 的先进技术可以成为真正的产品。我们更感谢汉能给我们这么一个机遇，和汉能一起来圆为人类造福的薄膜梦。下面通过这段视频，我们向大家介绍一下 Mia Sole 的员工作为汉能人在过去一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和他们的进步。下面有请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Richard Weinberger。 Good afternoon and welcome to the Mia Sole weather report. All over the US,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winter weather, snow and low temperaturesBut in California, we have an unusually mild winter. As you can see here on the map, Santa Clara is located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California. Today is a breezy, warm day for December. And most importantly, we have plenty of sunshine. Hello, this is Jeff Britt. That's correct. Global Solar Energy is a leader in portable and flexible solar modules. We're located in Tucson, Arizona. Wild West? No, Tucson is a modern metropolitan city. That cowboys on horseback image is old history. Right. Okay, goodbye. Wild West? I just don't understand where some people get their ideas from. That's crazy.
能成为汉能大家庭的一员，我们感到很荣幸。在此，我们全体公司员工感谢李主席对再生能源的执着和建立更美好世界的决心。祝愿李主席和所有汉能员工在新的一年里平安、健康、富足。我们期盼着与汉能一起研发出更创新的太阳能源方案。كل عام وانتم بخير هنرجي على الأردن هابي نيو يير هنرجي جوبن Frohes neues Jahr aus Österreich. I wish you all happy new year from Austria. My name is Harold Fugel and as the Vienna Philharmonic would say, Prosit Neujahr. Hi, this is Joseph in our Vienna office. I just want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wis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in our happy Hanergy family 新年快乐, the best of happiness, health and profitability for next year and beyond. Looking forward. Bonne année, meilleurs vœux, 新年快乐. Witam serdecznie, z tej strony Mariusz z Polski. Życzę Wam wszystkim szczęśliwego nowego roku. Hello everyone, it's Mariusz from Poland. I wish you all happy new year. Cheers. Влізе нову, чинє нау! Zonto I win,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 from the London office. We'll be right back.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So I said quietly, agreed politely. 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the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ing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Hey! Already brushing off the dust. You hear my voice, you hear that sound. Like thunder gonna shake the ground.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Hey! Get ready, cause I've had 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the fighter,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Louder, louder than the lion.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I earned my stripes. I went from zero to my own hero.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Hey! Already brushing off the dust. You hear my voice, you hear that sound. Like thunder gonna shake the ground. You held me down, but I got up. Hey! Get ready, cause I've had enough. I see it all, I see it now. I got the eye of the tiger, the fighter, dancing through the fire.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Louder, louder than the lion. Cause I am a champion, and you're gonna hear me roar. They call me hell. They call me Stacy. They call me her. They call me.
My name is Claire. We are standing in front of the latest promotional build for our Hanergy Solar UK promotional area. This is where the magic happens. It's weeks of planning, CAD drawing, liaising with contractors, and everyone being here till whatever time it needs to be to get the job done. Each year, 800 million people walk into an IKEA around the world, and every single one of them will walk past a Hanergy solar stand. When you look at the retail space globally, IKEA is the only global retailer to operate in 41 countries, and in those countries have almost 85% of the population visiting each year. Residential solar is extremely exciting right now, simply because of economics. Across Europe, energy prices are increasing at an extremely rapid rate, which makes solar electricity more and more attractive over time. Since the launch of IKEA solar proposition, we have seen nearly £1 million worth of revenue and over 200 sales. By June 2014, we'll be operating in all 18 IKEA stores in the UK and installing up to 250 domestic solar installations each week. 18 stores will mean up to £100 million of revenue annually. It is the most exciting solar company at the moment. We have the best technology. We have extremely exciting technology platform. We're applying that in many different markets. And there isn't another company today that's doing the same thing. What's exciting is the UK has 18 stores. IKEA globally has 331. So what would a Hanergy IKEA deal look like across the world? Up to £1.2 billion of annual revenue and probably close to a gigawatt of modules every single year.瞬间点燃汉能 logo，层层多彩绚丽的花束，烛光喷涌集聚。高空瀑布立体喷泉烟花，如同大坝水闸喷涌洪流，演绎出汉能金安桥水电站的壮阔场景。 旋转的火风车形象地再现了风电的转化，太阳造型烟花散发出万丈光源，体现了汉能作为全球最大薄膜太阳能企业以及光伏科技领军者的辉煌。凌空飞翔的烟花造型，表达了汉能人立足一机两翼产业战略，插上科技创新翅膀。 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腾飞的豪迈情怀，瞬间爆发的节奏型彩色花束，以每秒百米的速度，在依次点射，急速奔跑。低空烟花每一次传递的间歇点，都引爆一轮高空烟花的冲天怒发，寓意着汉能人上下同心，充满激情的工作，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成功。 汉能的清洁能源事业以首都北京为中心点，辐射全国，影响全球。巨型喷泉烟花以中心扩散状向八方延伸，辐射成一张巨型的光网，展现了汉能品牌在未来的巨大影响力。五色花束在支架上跳跃性齐发展示。 寓意汉能的事业跨越五洲四海，提供绿色能源，造福人类。高空彩虹。
造型礼花，脚印造型礼花，配合低空扇面弧形翻腾的闪光龙巨啸，如同中华巨人乘龙御凤。红星造型礼花伴着笑脸礼花温馨展现，伴随着汉能的发展壮大，传递的不仅仅是激情，还有汉能人的忠心、责任心、上进心。红丝带特效烟花在空中飘飘洒洒，闪闪发光。环保型微烟花、和平鸽烟花、星光烟花，以跳跃的节奏和五彩斑斓的绽放。汉能因祖国强大而强大，这是汉能人坚定不移的信念。Powered by Hanergy， 汉能给你力。